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最近王思聪弟弟突然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，可能很多人心中都产生了疑问，王思聪还有弟弟？众所周知，国民老公王思聪是万达集团王健林的独子，但突然冒出来的王思聪弟弟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位王思聪弟弟名叫王哲，但并不是王思聪的亲弟弟。据知情人士爆料，王哲是王思聪亲戚家的弟弟，在私下也有往来，看来他们关系匪浅啊。不过能和王思聪有关系的人也肯定是一个富二代了。王思聪弟弟王哲1993年出生于上海，除了和王思聪一样都姓王之外，还都喜欢电竞。王哲之前在电竞圈就有不小的名气，由于实力和颜值都很出众，被圈内人称为电竞天仙，还有网友称其为魔都第一高富帅。王哲不仅电竞打得好，唱歌和跳舞也非常出众。如此有才有颜的小哥哥即将走上演艺道路，肯定会凭实力收获一大批迷妹。况且还有大哥王思聪做后台，在娱乐圈拥有一席之地，很容易不过了。但是王思聪却做出了这样的回应，王思聪怒怼优酷，是因为优酷借用王思聪弟弟之名来炒作以团之名节目。王思聪明确表示以后会拒绝和优酷的任何合作，看来王思聪是真生气了，而且后果还很严重。随后优酷节目以团之名在微博上做出回应，称王思聪弟弟的热搜不是他们买的，更不是他们刷的，并且感觉很委屈呢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评论转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